3月31日，中泰跨国制作的首部清新纯爱电影《爱在那一天》在京举办了全球首映式。当日，导演朱少宇携泰国偶像马里奥·毛瑞尔、武艺巩哈林、金钟夫妇等主创齐齐亮相现场，为影片宣传造势。此次在影片中饰演一位拳击手的马里奥，在片中对白的部分全部亲自上阵讲中文。活动上，马里奥还现场大秀服务员、可乐加冰等中文，引得在场观众笑声不止。服务员，可乐加冰。在当天的拍照环节中，马里奥十分的配合，现场不仅做出各种动作卖萌，还大扮鬼脸，亲和力十足。这边当塞塞塞他的模仿那个单眼皮，单眼皮，再来一个，变一个，不演了，来个斗技，好的，还有欧他们一个，这边这边是很大的福利啊！据悉，《爱在那一天》将于4月13号与广大观众见面。